勿永宁，破敌安龙扑，逐之至鸡公背。山铁索桥，失驻贵阳。召去张泰进归云南。二十年正月，渡盘江，破敌沙子哨，进刺腊茄坡，复兴兴。所逐北三十里，克蒲安、瞻邑。大将军赖塔自广西入曲靖，会于松明州，合为云南会城，距三十里。是凡江湖国柄刘启龙等以万余人列向阵拒战。赖塔军其右，张泰军其左，字卯达。五殊死战，破敌阵，斩国柄、启龙等，俘获无算，令诸军分。二南坝、萨什卫、走马街、双塔寺、德胜桥、众官诸的，于是大理、临安、永顺、姚安、武定是凡所至江吏，相继一军前将。是凡将马宝、胡国柱等自四川，夏国相自广西，还救云南。张泰遣兵迎击，宝赐姚安一起将。国柱走贺庆、丽江、西福，攻云龙州，国柱自惊死。国相走广西，李国良等为知西板桥。国相义将与宝同见宋京师。将军赵良栋师自四川至，张泰携赖塔及梁栋等屡破敌南坝、德胜桥、太平桥、走马街诸地。师清史稿九十八，薄城还攻，是凡自惊死，其将贺敬忠等出将。张泰借将士无杀，略入城安抚，收仓库，陆氏凡师韩守县阙下云南平守左宗正。二十一年十月，师还上营牢卢沟桥南二十里。二十二年，一出下月，周谦言罪，以功不作，赐金二十银千。二十四年，作烂举宗人府属官，罢左宗正。二十九年正月，卒。子屯珠袭镇国公，授左宗正礼部尚书。五十七年卒。赠贝子，是克敏。孙逢信以辅国公世袭。伯洛阿巴泰第三子。天聪九年，从伐明有功。崇德元年，封贝子。二年，与议政。三年，受理藩院城镇，从公宁远区中后所。明江祖大受袭我军后，巴雅喇道张金哈宁阿等与乡持伯洛突前奋疾，大受隐却。五年，从济尔哈朗迎来归蒙古苏班带，击败民兵，赐良马，寻与诸王更藩为锦州。六年，洪陈仇以十三万人援锦州，伯洛携阿济格及之至塔山，获比价山基素，又携罗洛魂等设伏阿尔斋堡，击败明江旺普吴三桂。顺治元年，从入关，破李自成、进贝勒，从多夺征河南。二年，破自成潼关，多夺南征，下江宁，分师之半受伯洛下常州、苏州、驱杭州，屡败民兵。师临钱塘江岸，民兵以为江朝方胜，迎且梅会朝连日不至。明陆王长方以杭州将，怀王长卿亦自绍兴将。客家兴训吴江，破明江无益，攻江阴邑下。师还赐金二百银万五千鞍马一
三年，命为征南大将军、律师，驻杭州。明鲁王以海监国少。兴，明将方国安营钱塘江东，亘二百里。师吴州，会江沙暴涨。故山额真图赖等督兵进射，国安惊遁，以海走台州。师入绍兴。清史稿99。晋客金华及沙明蜀王盛农等，在晋客衢州、浙江平。明唐王欲见巨福建，伯洛律师破仙峡关，客蒲城、建宁、延平。欲见走汀州，遣阿济格、尼堪、努山等律师从之，客汀州，秦欲见及曲阳王盛度等。明将江镇西以二万人夜来袭，及之却，斩万余级。又破敌分水关，克崇安。梅勒额真卓布泰等克福州，斩所至巡抚杨廷清等，将其江镇之龙等290余人，马步兵十一万有骑。师复晋，下兴化、漳州、泉州诸府。十一月，遣昂帮张金同养甲训广东，克潮州、惠州、广州，及杀明堂王玉及诸王世子十余人，陈志以养甲为两广总督。四年，师还晋封端仲郡王。五年，以所获金币人口赖焉，携阿济格、房喀尔喀、训大同讨叛江江乡。六年正月，携朔塞元代州，克祈福。三月，湘江马德胜以5000自北山逼我师，伯洛率千余骑应之，与巴雅喇道张金鳌拜等奋击，大破之，斩国过半，湘必臣不敢出。瑞亲王多尔衮自京师至军一府，臣至晋亲王，命为定西大将军。移师汾州，下清源、交城、文水、徐沟、齐诸县，占平阳、绛州，又遣军克孝义，占寿阳、平遥、辽州、榆次、吕节。因亲王阿济格、晋景亲王尼堪为大同，训亲王满达海、千郡王瓦克达定朔州、宁武赵伯洛还京师、舒延、太原、平阳、汾州所属诸县虽渐次收复，然未下者尚多，恐撤军后贼乘虚袭据，请人留守御，尚从之。相继诸与满达海合军克汾州、富兰、永宁二县，战绛州孟诚义、老君庙诸的，进兼相与党，乃还师。七年，携满达海、尼堪同理六部是在做事，将郡王世祖亲政复爵，寻命长户部。九年三月，薨，谥曰定，子期克星袭。十六年，追论伯洛分多尔衮遗才，又掌户。清史稿100。不时尚书谭泰逞私揽权，不立祖，夺爵，是其克星将贝勒。十八年，卒，谥怀思。五子，爵除。伯洛子塔尔纳封郡王，卒。谥敏思，作伯洛罪，追夺爵。道敏被子苏布图、阿巴泰孙父上谏，追封被子，谥贤可。苏布图出封辅国公。顺治二年，从乐克德浑驻江宁，移师征湖广。三年，从定荆州、襄阳有功，赐金50，
银铅、净被子。五年，复从济尔哈朗逊湖广，卒于军，谥道敏。子延龄，封镇国公。卒，五子，绝除。苏部徒弟强度，封贝子，谥介节，亦不袭。郑国克西公八部太，太祖第九子。天命十年，挟阿拜塔拜伐东海北路呼尔哈部，有功。十一年，命李正黄骑士。天聪四年，从阿敏驻永平，民兵攻滦州，八部太不能御，作罢。八年，受梅勒俄真，从伐明，克保安州，八部太逆所获不以闻，复作罢。崇德六年，受三等奉国将军。顺治元年，从入关，逐李自成至庆都。二年，进一等。三年，从乐克德浑伐湖广，战安远、南漳、西风口、关王岭、襄阳，屡破敌。四年，进辅国公。六年，携物达海讨江乡，进郑国公。十二年正月，卒与是。子达布喇，封辅国公、护西路、袭三等郑国将军。其后病，以奉恩将军世袭。德格类，太祖第十子，出受台籍。天命六年，失略奉吉宝。江淮有一族指民兵所在，德格类携月托、硕托进击之，击败。名将李秉承复携台籍寨桑古月三岔河桥至海州，城中官民张乐于于赢德格类等，令军士无扰民，无夺财物，无宿城上，无入民居。翌日遣示三岔河者，还报桥毁无舟楫，乃还。八年，清史稿101，携阿巴泰伐喀尔喀扎鲁特部。十一年，复从代善伐扎鲁特部。天聪三年，携济尔哈朗略锦州，焚其积聚。续功，晋和硕贝勒。五年，出设六部，掌户部事。从为大凌河德格类律师策应，即破民间军到张春。十六年，携济尔哈朗等略归化成府。月，祖大受将，携阿巴泰等委为民军袭锦州，即斩胜携月托略的，自耀州至盖州以南。七年，攻克旅顺口。八年，从伐明，抚定蒙古来归人户，克独石口。攻赤城，未拔入保安州，会师应州。还九年十月，卒。上陵其丧，痛悼之，漏尽三骨，乃还。设卧坐其中，撤传三日。余月，莽古尔泰祭卒，为冷森基所劫，以大逆消极。德格类作同谋，追萧贝勒子邓石库，并作萧宗吉、德克西克，以侍卫从豪格征张献忠战死，世祖召其子辉尔十亿等阿斯哈尼哈翻奉子武云柱受亿等阿达哈哈翻。康熙五十二年，圣祖命父宗吉赐红带八部海，太祖第十一子，出受牛录章经。天聪八年，受一等甲喇章经。长命协镇国将军阿拜济陵，八部海不带阿拜，
先往祭牛未至，取名牛代，以祭牛长鸣，鸣以小不受，送焉。罚银30长鸣，又不语，再送。八部海文上，上则其于岸，且为其受制于妻，妻养古丽女也。崇德四年，受梅勒而征，封镇国将军。七年，八部海与固山而征谈泰曰：“原霸我梅勒而征，堪为梅勒而征者，多于草木。”谈泰与折之，是曰：“若口与心为者，天日见之。”土海奉命差则牛鹿平复。八部海曰：“我所领牛鹿胜负。”语文八部海曰：“我非太祖之子于谭泰等故后诬我，庭居皆实，罪当死，上宽之，但夺爵。”清史稿102。世祖即位，有为妃书节谭泰者，投一等公塔瞻地，居其仆位。得知八部海家内奸歹训，不成。八部海及其妻并子阿卡喇皆作死，及其家与谭泰。顺治九年，谭泰诛，乃以其奴及遗产币八部泰。阿济格，太祖第十二子，出受台籍。天命十年，从贝勒莽古尔泰伐察哈尔，至农安塔。十一年，携台吉硕托伐卡尔喀巴林部，复从贝勒代善伐扎鲁特，皆有功，受贝勒。天聪元年，携贝勒阿敏伐朝鲜，克武臣。从上伐明，携莽古尔泰为塔山梁运会师锦州，保宁远，民兵千余人为车营，绝壕，前列火器。阿济格即兼之。总兵满贵出城镇，上欲进击，朱贝勒以拒城进，见不可，独阿济格请从。上都阿济格持即鸣其兵至城下，朱贝勒皆残，奋不及骤，亦进击其步军，民兵死者大半。二年，以善主帝多夺婚，萧绝，寻父之。三年，携济尔哈朗略名锦州，宁远，焚其积聚，俘三千。复从上伐明，克龙井关，下汉而庄臣，克洪山口，进赐尊化，即斩明总兵赵律教。伯明都，袁崇焕，祖大寿以兵二万复原。屯广渠门外，失竹之破壕，阿济格马创乃还寻携阿巴泰等略通州，至张家湾。寻从上越济州，遇名山海关援兵，阿济格携代善突入敌阵，大破之。四年，复从伐明，驱广宁，会师打临河，夜围锦州，民兵袭阿济格营，物不见人，阿济格言阵呆，轻弃将，物豁若门辟，即纵疾，获名皮将一甲械及马200余，上着金之轻劳之，守围城方略。寻闻名增兵，上命养古利律八旗八牙喇兵之半以义军。大寿帝大辟主我军中征旗进上前，上换甲与战，阿济格持。清史稿103。至民兵不齐冤出，奋即却之，斩民皮将一。上以所统兵赴阿济格，民监军到张春元至，又战于大临河，截杀过半，逐北四十里。六年，
从伐察哈尔、林丹汉顿，上遗失伐明，令阿济格统左翼及蒙古兵略大同、宣府近的张家口所驻靠边财务。七年，陈通远报迎降将孔有德，据名及朝鲜兵，召问公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，阿济格言当公明，携阿巴泰略山海关沼泽，其不深入。阿济格言臣欲袭马后梁，朱贝勒不从。上曰：汝果坚不还，朱贝勒将弃汝行乎？八年，从伐明，克保安，拔灵丘。崇德元年，晋武英郡王，携饶于贝勒、阿巴泰及杨古立伐明，自雕二堡入长安岭，保延庆、越保定至安州，克昌平、定兴、安肃、保底、东安、雄、顺义、荣城、文安诸县56站街，劫俘人畜十余万，又遣固山而征谭泰等设伏，斩遵化三屯营，守江获马140余，得优止，赐鞍马衣，尸骸上营牢的宰。门外10里，见阿济格牢籍，为泪下清浊金之牢之，上伐朝鲜，命守牛庄。二年，朔托公皮岛卫下，阿济格都所部水陆并进，克之，上遣使包牢。四年，从伐明，阿济格扬言欲以红衣炮攻台，守者惧，四李屯、张刚屯、宝林寺、望明屯、余家屯、陈化玉、道尔张珠台聚下，巡海守塔山、连山，俘人马千计，复携阿巴泰略锦州、宁远。六年，携济尔哈朗为锦州，守俘蒙古台及吴八十等一举。陈将祖大受爵之，及蒙古兵阿济格夜登皮助战，民兵败，袭蒙古将者于益州，屡击败民兵，赐银4000。清史稿104。红尘仇绿珠江旺浦、吴三桂等援锦州，耗13万。上清市师迎嵩山，民兵奔塔山，阿济格追击之，或比架山击宿，又携多尔衮克敌台寺、秦明江望西贤等，浦三桂仅以身免。明兵有守锦州、嵩山、信山、高桥诸的，上还甚惊，命阿济格携杜杜、多铎等为之。陈仇夜出嵩山袭我军，阿济格等都众还射之，民兵败骸，陈必不得入，其众2000皆降。七年，为信山，遣军略宁远。三桂以4000人驻塔山、高桥，不战而退，纵兵四即，又迭败之。八年，复携济尔哈朗攻宁远，军城北不云梯，发炮城毁，克之，抵前屯卫，攻城西，斩国4000余名总兵。黄色弃城遁，复克之。顺治元年，从入关破李自成，晋英亲王，赐鞍马2，命为晋远大将军，自边外入陕西，断自成归路，八战皆胜，克城4，将城38。时自成为多铎所败，弃西安走商州，赵铎屈怀阳，而命阿济格律师讨自成，自成南走，重上20万，归取南京。阿济格以师从之，
及于邓州，复南至成天、德安、武昌、富池口、桑家口、九江，屡破敌，自陈走死，斩其将刘宗敏。扶宋献策。宗敏，自陈骁将，献策，自陈所以任，号军师者也。名将左良玉子孟根方驻军九江，师至，指总督袁继贤等。绿马步兵十万，周数万，义军门将。是一凡十三战，下郡县。河南十二，湖广三十九，江西、江南皆六。节文，上使副军尉。劳，诏曰：王及行间将士持驱跋涉，悬崖峻岭，深江大河，万有余里，劳苦功高。扣分既尽，移籍班师。其招抚于兵，或留或散。王与诸大臣商榷行之。赵未至，阿济格律师还京师。瑞亲王多尔衮则阿济格不候赵班师，又自陈未死时，先已死闻，遣人数其罪，又在午门张盖坐，召而斥之。复一方出师时，协清史告105。宣府巡抚李建士逮问赤臣道朱寿离及善取鄂尔多斯、土默特、马将郡王，巡复之。五年，剿天津，曹县土寇。十一月，律师驻大同，将相叛，督兵讨之，炫命为平西大将军，律固山峨、真巴彦等讨襄。六年，湘江刘谦犯代州，遣伯洛复原，为乃解。多尔衮至大同事师，时阿济格两服进并促，命归事。阿济格曰：摄政王公摄大政，为国不皇，吾敢以妻死废国事。阿济格自以功多，告多尔衮曰：辅政得御亲王真流寇至庆都，前身辟的破潼关，西安不坚其众，追腾基斯不取，功绩未者，不当忧益其子。正亲王乃叔父之子，不当称叔王。与乃太祖之子，皇帝之叔，宜称叔王。多尔衮斥其妄，令勿欲不务及交接汉官。巡抚携拱阿代公大同，会降江阳镇威斩湘将，挥其臣辟逆五尺，乃还。八年正月，多尔衮轰于喀喇城，阿济格复丧赐，诸王叶灵独不至，召其子郡王劳卿以兵携多尔衮所属使赴己丧骸，上出营，阿济格不去佩刀。劳卿兵至，阿济格张道与合军。多尔衮左右截阿济格欲为乱，镇亲王济尔哈朗等遣人于路监之。还京师，亦消绝，幽禁。逾越，复亦系别。是，及其家，诸子皆处为庶人。十月，坚守者告阿济格将于系所居火，赐死。阿济格子十一，有爵者三：何度、富乐赫、劳卿。何度封贝子，先卒。劳卿与阿济格同赐死。富乐赫出封镇国公，作夺爵，萧宗吉。十八年，遇富乐赫无罪，复宗吉。康熙元年，追封镇国公。子构资、绰克都并封辅国公。绰克都是圣祖从董鄂讨王辅臣，守汉中、攻秦州，失吴功，受圣经将军，
又以不称职，夺爵。上路阿济格。清史稿106。公以其子普照人袭辅国公，作事夺爵，以其弟金照人袭辅国公。雍正间，普照亦以军功复爵，卒。世宗谕曰：普照君前效力，且其兄女为年羹尧妻，故特与封爵。今羹尧父恩诸死，此爵不必承袭。居数年，金兆亦作事夺爵。普照、金兆皆能师。乾隆43年，命阿济格之义皆复宗籍。金兆子孙弟将，以奉恩将军世袭。辅国界职公赖幕布，太祖第13子。天聪八年，授牛录章。金崇德四年，与议政。七年，从阿济格伐明，拜宁远兵。赏御笃宫殿赖师，阿济格不待赏先归。赖幕布坐不劝阻，夺职。罢议政。顺治二年，封奉恩将军。三年，卒。十年五月，追封。是子来护袭，累进辅国公，作事夺爵。高宗以其孙扎坤太袭奉恩将军，一传命停袭。清史稿107。列传五。诸王嗣，太祖诸子三。睿宗亲王多尔衮，裕通亲王多铎，子姓宣和郡王多尼，姓郡王董额。辅国客西公察尼多尼，子姓郡王鄂扎费杨果。睿宗亲王多尔衮，太祖第14子。初封贝勒。天聪二年，太宗伐察哈尔多罗特部，破敌于敖木伦。多尔衮有功，赐号莫尔根代清。三年，从上自龙井关入明边，与贝勒莽古尔泰等攻下汉儿庄，驱通州，博明都，败袁崇焕，祖大寿援兵于广渠门外，又兼山海关援兵于冀州。四年，引还，多尔衮与莽古尔泰先行复破敌。五年，出设六部，掌吏部事，从上为大凌河战，多尔衮陷阵，民兵堕壕者百余，城上炮始发，将士有死者，上切则诸将不知阻。祖大寿约以锦州县，多尔衮与阿巴泰等以兵4000乔装从大寿作溃奔状，袭锦州，锦州兵迎战，即败之。是据阿巴泰传。六年五月，从征察哈尔。七年六月，诏问真名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，多尔衮言以整兵马，成鼓熟食，入边为宴。清史稿108。今劫其援兵，毁其屯堡，为久住计，可坐待其弊。八年五月，从上伐明，克保安，略朔州。九年，上命携岳托等将万人，招察哈尔灵丹汉子额哲师还渡河，多尔衮自平鲁卫至朔州，毁宁武关，略代州、新州、郭县、黑风口及应州，复自归化城。携将众还。林丹汉的元玉玺曰：至告之宝，多尔衮使额哲敬上。群臣因表上尊号。崇德元年，晋封睿亲王。武英郡王阿济格等。律师伐明，命王协多铎攻山海关坠明师。
阿济格节制，乃还从伐朝鲜，携豪格别从宽甸入长山口，克昌州，进攻江华岛，克之，获朝鲜王妃及其二子国王李宗请降上海圣经，命曰：树后军携朝鲜质子素号及大臣子已归。三年，上伐喀尔喀，王留守驻辽阳都尔必城，臣臣命曰平城，复至圣经至辽河大道。八月，命为奉命大将军，将左翼越托将右翼，伐明自董家口毁边强入，约右翼兵会通州、河西五越民都至涿州，奋兵八道行略的至山西，南巡保定，即破明总督卢象升，遂驱临清渡运河，破济南，还略天津。